彩缤纷，绚烂夺目的烟火照亮雅湾。平安夜晚上8点多，在高雄时代大道陆地的空旷处释放跨年烟火，总计32发，最大达到8寸的高空烟火，充满节庆气氛。约60秒的烟火秀，民众目不转睛，花火之美尽收眼底，大家不停按快门捕捉精彩画面。他们来还会想说出来看烟火，有啊，是要，蛮难的，对啊，很难得。今天很冷，很冷，你觉得来这看这个值不值得？ 值得。高雄市府12月31号将在梦时代举办跨年演唱会及释放跨年烟火，在明年1月1号晚上8点到12点，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接力在海丰广场继续办跨年演唱会跟放烟火，史无前例跨年跨两次，不错啊，不错，很漂亮。民众连续2天能有跨年的感觉，雅湾跨年花火跟大港花火接续释放，更能感受专属港都的 的幸福魅力。华视新闻，我们要谢玉兴，高雄报道。我是吴怡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